各位同学，今麦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各位同学，今麦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各位同学，大家午安。真欢喜，今仔日搁坐甲满满。因为有恁，咱才会成功啦！家己为家己拍破啊，这里。咱大家来参加这次参议员、众议员的训练。因为以后拢伫要众议会，也是要州议会，也是郡的议会，要做议员的职务甲工作，所以我今仔日要甲大家探讨的题目啊，是公共政策甲这个财政预算。公共政策上简单的咧，这个政策的决定是安怎产生的？但爱了解，合适是安怎产生的？哪会拖遐久？为李登辉总统、阿扁总统，佮起码这个马政府、流亡政府，拢是因认为是重要的啥公共的政策，这就是公共的建设啦。公共的建设是大家的代志，大家的代志是毋是爱大家来决定？咱阿咧讲是啦，有权的人，伊那要互你决定，大家会足清楚，所有的政府机关，反正啊有这个采购的啊，拢有问题啦。拢有问题啦，无伊那要用这个核能，利能足济个啊！我咧想讲，日头出来，就有电啊，原料敢爱买？原料免买，就采矿个无通好空个啊！咱大家想看卖。有诶讲，太阳发电，欧洲各国因诶有诶日晒诶时间都无遐长，人拢咧用啥？绿能发电。绿能发电，伊干呐设备尔，敢爱原料？核四核能发电。买原料来，搁刷落，即个废料要哪处理，拢是问题啦。是安那要来做即个，互百姓无欢喜的代志，
大家安尼落去想就好啦，大家去想这个问题哈。议会敢有法度去控制？国会都无法度去控制，所以今日来上课，咱阿伯啊，拢是啊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州议会议员，也是军内底的议员。咱拢爱去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是讲公共政策方面啦，这个问题啦。啊，即摆国内讲一个财政的预算，财政的预算啦，我是足重要的啦。啊！流氓政府伊所用的迄套是啥物？咱爱去思考这个问题。因拢上爱用啥？追加预算啦，拢用追加预算啦。原早这个预算啊，边边的边较少的，到尾啊才过来安怎追加预算啦？啊，最佳预算就免什么，免搁去公开，搁去招标这个代志啊，足济问题啦，拢是伫遮啦，所以大家爱了解，吼，这个财政的预算啊，我足重要，但是咱甲流氓政府绝对无共款。咱有定啊，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大家有这本的有啊无啊？那有，拜托大家转去。阿伯啊，你要做议员？什么代志拢为这本出来啦？我要搁甲大家讲，有诶讲啊，恁是一个党，啊，恁是一个团体。我讲，咱拢毋是，咱也无遐敖，咱也无美国甲咱指导，咱乃会去定一套。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台湾啊，公民权利法案咧创啥物？遐就叫咱来发身份证啦。啊，这就足清楚。咱也是一个党，咱也无可能讲去，所以咱是一个政府，美国指导下一个。台湾民政府，所以这我大家足清楚啦，吼、哦！啊，我予大家知影，咱这个财政的预算啊，拢是根据台湾啊公民权利法案的29条所定的来咧执行。哦，安尼大家就较清楚啊，咱今仔日。的重点就是啊，要甲大家探讨的公共政策甲财政的预算。啊，即嘛，咱依照准备的 PowerPoint，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啊，予大家概略了解一下就好。好，咱后摆啊，咱也去啊。接到咱一步一步接过来，搁较深入的啊了解。后来咱来今仔日啊，要甲大家讲，什么叫做公共啊政策？啊，甲政策有
迄个类型啦、啊，哦，啊个政策个啊结构是安怎？啊来制定个经过是安怎？较重要的就是讲，咱来了解什么叫做公共啊政策，啊个这个政策要做个过程，咱爱去好好去了解。好、哦，啊，过来讲，就是讲，什么叫做财啊？政的预算，啊，这个财政的预算，讲咱要来编这个财政的预算的时，要安怎来编？好、哦，啊，这是较重要的部分。啊，咱即马来看咱准备的，予大家参考。你若带随身碟来，啊，你会使扩登去。哦，啊，咱遮麻烦咱的啊，迄、那个服务的中心嘛，甲你服务一下，啊，你确定去，啊，登去看，啊，若有啥物问题，咱啊，再过来进一步的探讨。公共政策是啥物？就是政府爱决策啊，诶，部门拢爱定期啊，来解决公共问题。的方案啊，现在合适，这变成了一个公共的问题。因为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有何人拢发生代志？咱这个讲叫做拼装车啦，大家。了解哦，什么叫做拼装车？就这个采用美国的，这个采用日本的，这个采用啊，佮倒倒起来，啊，佮来创一个讲合适啦，这叫做拼装车啦。啊，世界一流的，什么没有核安，就没有合适，就没有公投，这拢在骗笑的，真正在骗笑。这就是要跟大家讲，公共问题啦，咱爱采用的方案是什么？啊，这就是过来，咱过来讲公共事务，哦，公共事务就是公共政策啊，管理啊，社会公共事务的啊，准则啦。咱即摆要讲，大家要爱个了解，什么叫做公共事务？有诶，行政单位讲，我咧执行公务，啊，什么叫做公务？那会使讲公家诶代志诶事务啊，就是公共事务，就是讲公务啦。好、哦，啊，这就是啥？因咧做的是啥物？是来解决人民的问题呢，啊，解满足人民的需要呢，和社会诶，社会啊，较啊，这个扶持啊，来和这个较和蔼的，啊，和大家较啊，能够伫这个安居乐业这方面，啊，佫爱安怎保障国家的安全呢？胡闹啦！大家看到。拢用骗的啦！啊，胡嘛，敢有考虑到讲国家安全的代志？根本伊无咧甲你考虑到啦。哦，伊要想要看的甲乌克兰同款的，制造这个情形，互你南南的到时讲啊，那个咱第一节。啊，苏联啊，派兵来讲，伊要保护讲啊，恶意的在人民呐、啊，啊，这就是啥？啊，这就是咱爱考虑到这个问题啊。公共事务是咧做这个代志，啊，咱去想看卖，咱现在你望政府有照这个咱所讲的
咧讲这个公共事务，是咧解决人民的问题，还是伊咧制造人民的问题？啊，保障啊来满足人民的需要，这就是差太济咧嘛。所以大家唔只系啊来静坐，来遐行街路。啊，以前咱也唔知啊，因为也无来上到啊，咱的做啊国际化啊战争化旧金山和平条约，咱唔知啊，咱话足热情的呢。哦，开格兰大道咧游行，啊，咱啊就拍拼，咱就去改行咧。为南部坐高铁，迄阵咧也无高铁，哇，时间也不较长，拢坐火车，啊，就来开格兰大道，都安尼行路呢。敢有效？是安那无效？大家有去想这个代志啊？无，大家去思考啊。这代以后，咱后摆啊，咱咧执政的时，咱大家拢是决策单位要定政策的人，要提供啊这个政策啊，政策提出来。是不是有下到这些啊解决人民的问题，满足人民的需要，啊，让社会较啊诶促进这个社会福祉，啊，甲保障国家的安全，一定要这四点，大家爱会记哩。所以，必定政策啊，一定要。相当的考虑啊，因为咱会去本国有中央的、有州的、有郡的，每一个地方啊，啊，我的看法应该拢爱大家先当个思考，你是倒一个部门呢？你以后要定这个政策的时啊？都爱发展地方的特色，卖讲台北市咧办宴会，高雄市也咧改办宴会，啊做啊各县市大家拢都爱办宴会啦，这足浪费咧。大家那爱办宴会，大家唔知知无？开开咧，以后干阿讲预算定出来，啊，好放咧，嘣嘣嘣，啊，数数数，安尼小小咧，安尼报销啦。讲我这个宴会内底出来个，会吐一只粮出来，所以这爱几亿、几千万，所以。大家都爱去思考这个问题，爱去你要定政策的时，爱有一个原则。你迄个地方，咱要安怎发展特色？以后对人民、对啊各单位拢有帮助的，咱来做。好，安尼。咱过来看，这个类型啊，大家买起来，因为这是在学术上吼，那政策拢有这个形状啦，吼，啊，这大家你话怎样都分配性的政策，啊，分配我讲啊，咱这个这是分配有什么人，这个分配有什么人，咱中央有一个政策，革命先行者。大家唔知怎样有啥物政策嘅啵？知唔知？
唔知道爱大家过去进修啊呢吼。咱已经初级班、高级班拢读过啊。咱革命先行者必须得有交代，讲咱以后就是有较好的，因为别人都唔敢来嘛。啊，咱是革命先行者，站在头前咧防队，才到哪家？流亡政府的农民啊，农民有什么优待？嘿，安尼大家去想就知啦吼。后回，家己啊，当然这是甲大家讲，爱好一个观念。所以要未执政以前，拜托大家。搁较认真嘞，亲戚朋友五十啊，做啥物拢叫伊来受训，赶紧提一个革命先行者的身份啦！阿叻，好唔好啊？好，感恩啦，大家较拼嘞啊！因为美国甲你讲四千个啊。咱直直拼，也未够啊，搁要够啊，啊，都爱搁较拼嘞啊！这都是分配性的啦。哪些人给他，吼、哦，以前嘞那个老人津贴啦，吼、哦，必须得讲老人津贴有800到1000的呢。大家有听到啊无？千里的都是咱啦，800的都是。一般的啦，安尼有清楚无？哦，安尼就大家就等于斗招吼，招较济来吼、哦。啊，这都是加工啊，吼、哦、分配性的嘛。过来管制性的，啊，管制性的这吼、哦，要较大家讲的，就是讲，有当时啊。国家要发展什么？有的拢给财团图利啦，这样是不对的。我讲一个例，这叫做管制性的吼。哎、欸，高速公路是不是人民扣税做好啊？对不？哎、欸，今麦讲叫一个财团来设一个扫描器，车轨出一个出一个。啊！财团来啊收钱啦！啊，这不是包赚的，啊，国家家己唔赚，搞什么人？财团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管制性的政策啊！伊都要给财团的，啊，你敢唔发多余？哦，大家去思考哦，思考这个问题啊。好，咱过来中分配啦。这中分配啦，要讲一个较迄类讲，诶，即卖讲好野人啊，纳税纳较济咧，吼、哦，啊，就过来中分配。啊，讲要打房啦，房屋的房吼，唔是迄个房吼，房屋吼，打房吼。真正，你那是要打房，现在大量反正公开土地绝对无卖，政府去起一平。80000块的公诶，迄个国民住宅来卖，滴滴甲起，你免讲偌久，都打房啊啦。这就是一个啊，那是员工啊，咱要讲重分配的政策。为什么新加坡
伊那是海一个一个，大家讲，迄歹势，迄咱甲讲个歹势，有诶，咱诶外交部长较早一个外交部长讲，哎，这偏太大，哈，新加坡，咱是先进诶国家呢，真济代志咱爱去甲学呢，伊遐。伊个壁纸，我个印象中啊，阮较细汉啊，靠咧做生意啦吼，啊，拢了解讲伊个壁纸是一箍，迄阵啊，头币十八箍，十八箍十七箍啦，起码二几箍安尼，咱新加坡。诶，政策好诶，咱爱学变形啦、啊！大家毋知清楚无？新加坡诶政策是变形诶，伊歪起一寡遐个做啊，那讲算讲啊感觉。犯罪来弄遮来遮，那敢咧受训嘞？训啊，好食好困，啊，搁来遮咧要做啥？阿伯啊，看去来几届，两三届都是变老大诶。啊，所以咱袂啦，咱话来模仿新加坡吼，变形啦，吼、哦、类似这吼、個。好诶，咱爱学啊！这就是要甲大家搁讲者，自我管制的政策那是有啦。有诶讲啊，这较歹管吼，啊恁即个企业啊诶代志啊，有诶政府无爱管遐济，伊就讲委托啊，那个出口啊，即、这个同业工会啊来做品质管制。和同业工会家己来管，爱、啊、发这个要做啥？啊，这个啊证件，吼、哦、检验这个证件，吼、哦、类似这个问题吼、哦，啊，咱有这个要做在学术上有这个要做啊政策啦。这个结果啦，咱知影吼、哦、政策的啊政策的结果啦是。一般拢是为上层啊，要了解要来定这个政策啊，甲上层指导下层，下层啊不得啊违反上层的意思啊来做一个规划吼啊来要来达成从政策计划啊甲实施方案甲步骤拢爱列出来，吼、哦、啊这都、就是。啊，依照这就是政策啦、计划啦、实施方案啦，这给大家做参考就好啦。这个大家都爱会晓，爱会记。实在要定一个政策是足麻烦的，因为要考虑到头前遐个要解决一切人民的啊，一切为人民设想啊，你要来。制定的时候，就要有这个需求，吼、哦，啊来建议，吼、哦，啊再来采纳，啊过来执行，啊再来评估，啊这些拢是爱啥呢？爱依照咱现在啊的学术上所有的项目来做，需求的认定的时啦。都爱资料分析啊，样本调查啊，甲政策模拟啊，甲因果分析、甲预测技术，这拢是一个方法呢。吼、哦、啊，当然第一确定啊，吼、哦、啊，加工建议啊形成啊，建议形成的时候，伊就爱安怎有方案设计啊，风险分析啊，决策分析、甲科技评鉴。这拢爱安尼，写个加采纳，啊个啊政策的执行，吼、哦、啊这类啊过来政策的评估，啊个实施了啊过来检验一下，回头转来，这才是
咱以后要爱要制定这个政策啊，袂使讲两三个啊决定就决定啊。吼、哦，啊，这就是爱予大家了解一下。咱即马要过来讲，什么叫做啊财政预算？啊，那要讲啊，这就是讲对未来一年间的税入甲税出啊，做一个啊预测、计划、控制的管理工具啦。啊，这是啥？用数字啦，货币的数字量化来表达出来。这叫做财政的预算，好、哦，啊，这给大家知影一下吼、哦。我提这个图啊，就是讲，人新加坡对因的中下阶层的人足照顾的，因安怎？因这个预算受贿群啊，个列表出来，啊，我这个上网去找的。啊，找新加坡的医生，啊，伊遮你看，伊遮对什么人有帮助，对什么人有帮助，啊，伊要补贴偌济，啊，有偌济人会收费，拢做甲足清楚，啊，这拢做甲足清楚，啊，咱遮有无？咱遮无啦。好，啊，这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吼，这个做说出。啊，说出有遮个项目啦，有遮个项目就好啊，吼。啊，即马要过来讲税入啊，有遮个项目，吼、哦，有遮个项目，吼、哦。这个课税的收入啊，迄、那个怎营业盈余甲事业收入，因为有这个，咱有迄、那个较早有咱足济国营事业啦，吼、哦，啊个国营的银行啦，这拢是。这个啊，甲这个规划吼，啊，甲罚款收入吼、哦，当然所谓规划啦，有当时啊，咱要去办哦，你就讲啊，要办一个啊规划，或者规划那个啊，迄、那个手续费啦，甲什么费啊，这罚款，咱以后啊，罚款啊，会收的啊，尽量卖罚款。用劝导，咱从教育来培养，使大家不会犯罪，这是最终的目标。咱因为跟流氓政府无共款，流氓政府爱罚款啊，因大家照他搬啊，从大大小小甲市政府、市长罚款，市长搬愈济啦，啊，所以讲。因足爱的，因足爱罚款的，吼、哦，类似安尼，予大家参考吼、哦。啊，咱这预算的英国拢是先进国家，上头这是英国，啊，过来美国，吼、哦，啊，美国过来，吼、哦，这个在1909年应该一个有联邦预算制度，吼、哦，啊，过来啊，1901年通过这个审计啊法案。吼、哦，预算的审计法案，啊，这拢是正式的法案。上重要就是这个所在啦。当然，有当时啊，伫国企班啊，多少有当时也提到了吼、哦。啊，现在咱这个就是根据台湾民政府啊，甲参议院通过的。台湾公民权利法案29条的规定，29条的规定，就是咱后摆啊预算，就是爱这个预本比啦，吼、哦、啊，这个预本比啦，要大于一才会使编落去，吼、哦，要大于一才会使编落去。哇、哦，这个地方有一个侧柱啊，这个是柱啦，不是墙哈。哦我们住把它注解注在这边了 啊， 啊，这个打字上啊打错了啊，这个啊给大家知道一下哈、哦。啊，这拢依照咱的规定，所以咱今晚要甲大家讲吼、哦，要搁学一个看
最后因为时间上的关系，看这张图，咱这就是为啥啊？《商业周刊》啊，加这资料来，伊讲咱台湾20县市啦，咱的财政啊、昏迷指数啊，会调查啦。苗栗县的财政啊，那么濒临啊脑死啦。切断一下，大量个开啊，都开发地里开啊，这就是参议员、众议员、议会这些人，阿伯啊吼，应该爱有这条条例讲，主迄、那个市长要开的，伊若违背，阿伯啊提伊的财产来赔。啊，你唔得正确，啊，无伊乱开啊。所以阿伯啊，大家用头脑，大家尽量用头脑，要去关切这个这个行政单位啊。安尼好唔好啊？感恩啊，今日大家，谢谢。各位同心，下课休困10分钟。